来自于北门农工电机科。有。人台很大，里面的学校资源也都很多，是私立当中算蛮好的一间学校，就是台南私立最好的一间学校。哎呀，他说的对，电机相关的科系，我应该是会想要继续读电机科吧，因为现在就是学这个，好好的玩，加读书，可以自己自由的安排时间，不用被其他人帮助。